腾讯动漫 APP 兼部作品更新中。是否总是完美的结局？慌忙开始闪耀，越被提示过，越要保持住微笑，竭尽全力向前奔跑，沿着墙壁腾空迷宫顺利出逃。越是听从他人的教导，越是无法打破自我的囚牢。放心吧，我会让你们重生的，成为我最忠实的奴仆。献给新世界的祭品就从你开始吧。我靠，不用担心，我还没死呢。怎么是盘教授？这不可能，为什么你在结界里还能飞？没有义务回答你，居然还对学生们下毒手，根本不配做一校之长。是蓝教授，他怎么可以飞？对啊，他不是不会魔法吗？当初为小兰改造的飞行器居然派上用场了，快提醒他。小兰，快想办法让校长离开那块水晶，那是他的能量来源。哼，太晚了，刚才是你唯一的机会，现在。蓝教授，你无机可乘了。太夸张了吧，这简直是第一人称视角的 VR 弹幕袭击，凭借我高超的图观技巧并非难事。臭小子，溜得比兔子还快。好，大概掌握了攻击节奏，现在难道我反击了？居然是用校庆的礼花弹，真是可爱。那如果是这样呢？受死吧，臭老头！这东西对我毫无威胁，根本都不能靠近我。快看，这是无情过的烟花呀！加油，小兰。雕虫小技，快快臣服于我吧，这都是无谓的挣扎。我带的礼花弹数量不多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小兰，快想办法让校长离开那块水晶。那我就只好试试看了。幼稚，一次扔一个也好，扔十个一百个也好，不会有任何区别。这又是什么？有雾，好像没有毒。哼，既然你想玩，我就奉陪到底。让我猜猜看，蓝教授会从哪边出来呢？蓝教授呢？快快臣服于我吧，这都是无谓的挣扎。发生了什么？看不到啊。小兰，等我抓住你，我要让你生不如死。那你可要抓好了。你想干什么？快放手！你家的死老头，伯伦希尔的荣耀。消失了。所以说我的魔杖。您在那，我们真的送您去医院了。可是我……哎，别闹了，别闹了。为了伯伦希尔的荣耀，放开我，你这个变态。你看到了吗？刚才那位就是我的校长。别闹了，别闹了。一定是没睡好，
怎么出现幻觉了呢？快停下！我好晕呐！他们在这儿！来了来了！胡须海人，快！他们就在那边！快快快！小兰，坚持住！小兰，小兰！啊！大家，蓝教授，上你醒了。您放心，大家都没事，都在外面呢。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你还不能下床，你还要休息一下。这可怎么办？不行啊，该怎么办啊？什么方法都试过了。小绿呢？还是不行。啊，我在这儿。你怎么不好好休息？现在我们无法使用法术，甚至没法让你尽快恢复。因为这块水晶吗？是的，我们试着用各种工具都无法摧毁它。要不然让我试试吧。水晶是二氧化硅的规则结晶体，硬度大，敲打不管用，但是骤冷易碎。完全听不懂。可以试试先用火烧，然后把干冰倒上去，校庆做的应该还剩不少。我们还是太依赖魔法了。一切都是我做的。魔药科教授会调制治疗药水，所以才第一个对他下手。厉害，不愧是魔药科教授本尊，我完全没法比。魔药科教授真厉害。我宣布，从今天起，蓝教授就是我们魔法学院正式的化学科教师了。妈，我回来了。阿姨好。你不是说你们关系不好吗？用不用妈妈找个理由把她轰走啊？没事没事，其实我们的关系也没有那么差啦。最让人心寒是日落那一刻，是这瞬间最初的法则，穿过黑白世界的冷漠，你逐渐完整的轮廓，始终相信温柔会是。